压力的代志。所以这款代志有拄着，哪讲的？啊，你灯都无看的，啊，若烧用灯、烧阴灯，拢无感觉啥。啊，若无小心两条切着，嘿，迄度没有电，无电着就唔使惊啦。哦，啊，这嘛是使讲是见仁见智，但是心内无识，呀，有咧无咧，啊，心内就卖乌白色，有咧甲无咧，这就是爱代代流传。哦，那咧讲起来，咱有咧什么教什么教，都话无咧拜公妈的，都话无咧信这，人都话袂歹背。嘿，这句话唔通讲了神话。既然佮是中国人，啊，就中国人做中国人的工具，哦。这是传统来，那就叫传统为基啊！哦，安尼来比较较踏实，要无个当作心中对外对老祖先一种尊敬，也较敬爱，安尼咪是真好哦。那咱伊咧讲这风水大部分拢讲对阴气，地位讲啊做蒙阿婆啊，啊那阳气。我讲对咱伫咧住诶所在，甚至公司工厂，嘛是讲同款是用地。那用地，有诶人是安那搬入厝，要甲去做工厂，拢一定要拜地基主。要无一个新诶土，啊要来开发，拢一定爱安良净土。那这毋是拢迷信咯？好，你大企业领导，伊嘛是照这个平时伫咧做。好，咱单位底位讲，干呐讲地基主就好。你这土坑经过几百年几啊年，迄、那个土坑内面啊有只骨骸，微无纤呢。当然，迄个地基主就是遐。啊，但是都已经微偌纤微啊，都微无都当作安尼就好，其实。话那无先去感觉唔是有啊，所以老辈人伫咧讲，啊那拜地基主住喺你后边，向内面拜倒入去，啊有一点，这个刀啊未使放悬，唔是像人伫咧坐刀啊放悬，拜地基主，你刀爱放低，是爱放低，当然有一个原因，因为地基主惊鬼，啊伊咧。吃物件，嘿，迄凡事啊，唔敢离开桌面，用手起来摊，咱吸迄个气味。哦，所以这讲来嘛是未头疼啦。既然老辈人都安尼讲，当然有原因。所以这个地基主就是对啥啦？好，那我有一个师兄世尊。伊拄着这地基主不定家己过，因为伊做这个清洁的这个工程，伊来租入一间厝，啊，伊就咧学修，所以他较敏感。那若伫咧困的时阵，拄只讲啊，细碎灰碎，啊，虽然伫咧做面嘛，啊嘛是那三九七的。伊才看迄个壁，遐那有一个人头在探入去。一摆两摆伊唔相信，几下摆伊就感觉奇怪。但是伫迄个壁有一个人的头壳在探入探入，嘛未下伊嘛未安怎，伊才感觉奇怪。再来去问这个数字，较早恁这间厝是向咧大，迄、那个数字讲，迄较早都阮老爸阿咧大。啊！恁老爸人，啊，阮老爸已经厝拢伫地个，啊，嘛往生就是伫遐。啊，较早公阿妈位就是安伫遐。好、哦，我即个想要做错去。原来伫地遐有他个摊位，摊位就是较早迄个厝主伊安公阿妈的所在。那伊安公阿妈的所在，就是迄个气，迄、那个气场停留伫遐，啊，伊还阁留完伫遐，都等于是地基主。那我这个师兄才问这个师父讲：“啊，恁已经搬过你对面啊，恁的公阿妈嘛请过啊，
啊，你老爸啊，这个灵啊，还不在啊？那这个庆祝伊嘛，讲未出来，伊嘛讲唔知咧。我著讲嘛，都请过来，伊唔过，我要哪会知？好，那安尼探明听起来才知影讲，这间老厝头家王先杰在世，甲伊的子孙感觉较无迄个亲情，所以伊的子已经搁起新厝，也搬入新厝，伊的脸煞无爱对伊过。了后，我这孙兄就知影讲阿哩，也无甲伊当作地基主，再来个服侍。哦，就我那个当作地基主来服侍了后，我这个孙兄生理才变得好。啊，这有命无命，这拢是真人实事。我再来，我一个真人实事。我学我有一个学生，今仔骨是淡水。啊！我的学生因公司咧，原来伫兼工程，坐咧共办事。当初是因要未进入宗教的时阵，我这学生就是咧做锅饼的生意。那伫做这个锅饼的生意，花入无外久，生意无好。那伊个囡仔就读国民校尔，无代无志，拢一直安尼发烧，去予医生看，都也无病。了后听人讲，啊，迄间厝顶敢若有问题哦。较早啊，听讲有三个人伫遐往生去哦。哎呀，我那真唔愿哦，敢若做怨灵啊，迄、那个怨气无消，一灵魂或做怨灵。那我这学生本来就真脾气，讲伊无咧信咧，那好大好看，啊那会使讲不灵见哦。了后一个过来嘛，感觉无伊个办法。即阵来去请先生，啊，来甲安排。那这个先生嘛真高明，这个先生去到我这学生伊迄个锅饼店了后，看看来讲安尼，我用一支土木剑来甲你压线，但是勉强未当我你超过一年，一年内你无代志，但是一年了后你就爱搬。那我这学生就讲好了，哦，呀，迄支土木剑从那到门刀店解压刷了后，有影迄一年，我这学生伊的囡仔拢无奇奇怪怪病，生理嘛平平啦，甚至搁还有小可的小储蓄，存淡薄仔钱。但是一年到伊唔知呢，啊，一年过的时阵，啊。那古戏说重演啦，旧戏重演啦。啊，那想我那多端一直来啊。那我这学生在个找老师，那老师讲我来讲一年。那我这学生在去叫那老师讲，啊，无你嘛拜托的，搁我教一年，讲无可能。我甲伊讲，伊讲一年会使。哦，这个期间超过嘛，你赶紧回去换。那我这学生就赶紧将物件啊结束，啊交代伊的东西含囡仔拢先带带，倒转去伊的厝，伊租厝这边，伊家己一日倒在边休息，拢休息较好啊。伫遐坐一日，才听到一个来查某人的笑声，感觉安尼真欢喜，咁咪感觉像踢球一种高，是阵的笑声全对阿古。那我这个学生才从啊。那各方蘑菇疏连啦，迄蘑菇看怎拢长？哦，这拢是真人实事。所以拄只讲，无等到啊，唔知惊等到只讲，安尼好，休困十分钟，谢谢。